下课。是第二个吗？你说呢？好像不是吧？是不是好久没看到可爱的布布了？别急，这不就来了吗？欢迎收看《爸妈是名人之狗仔直击》。这台要价359万元的特斯拉修理车，正是贾秋夫妻的坐车。他们来到信义区某间幼稚园，全天班一学期学费要价13万元哦。要干嘛？当然是接超人气小公主下课啦。在爸爸妈妈跟老师聊天时，布布蹦蹦跳跳的跑抱抱。急着让妈妈要去哪里呢？哦，原来小公主肚子饿了，说爸爸下车当孝子买鸡蛋糕给布布解馋。冷冻新闻，姐姐这个人很简单，可爱的就可赞，宝宝。